你来干什么？刚巡完夜，来看看你啊。这么晚了，我都要睡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正好我也没睡，要不要一起？你说什么呢？害不害臊？这都要成婚了，还这么矜持啊？不要太客气了吧。我都说了，你赶紧巡你的夜去。巡完了？那你再巡一圈。我一个情窦初开、血气方刚的汉子，在外边转悠什么呀？跟我还害羞啊？我没害羞，不是。明媒正娶害什么臊啊？没。嗯，岳总理。干柴烈火丢人吗？别！你。哎呦！你起开！哎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干柴大人，不，岳大人，也是要成婚了，姐妹几个跟他说几句悄悄话。哦，好。那你们忙吧，不打扰了。烈火，我们走了。丢人！丢人！丢人！